常常在路上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房车，刚好最近有 RV show， 我们就来看房车内部长什么样子吧。我们巴士就是看我们前座驾驶座跟副驾驶座，那是原本的宽度，那刚刚说的 slide out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延伸出去的，所以让空间显得更宽敞。